红叶虽然很漂亮，但实际上啊，红叶的观赏周期是非常短的。像观雾山这边的话，一般说来哈，是11月的前后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也就是一共有2周的观赏期。那上一个礼拜呢，这些红叶还在树上，比如说那这是落叶松，然后下一个礼拜呢，它们就全都掉在地上了，你就只能观赏在地上的红叶了。观雾山呢，其实是一共分为3个景区，分别是大坝景区、桃源景区，还有我们现在所在的叫做18月潭景区。那我个人最推荐呢，肯定是这个18月潭景区。虽然它的位置最远，但是我们看到人非常少，而且它真的是很美，一步一景。在我身边流淌呢，是从观雾山山顶经过层层过滤流下来的雪山山顶的水，喝一口非常的甘甜，我想这就是对这个行程最大的奖励吧。现在的路真的就非常的陡，看到没有，这条路我不知道这个有多少级台阶，但是这个落差大概是400米，要一口气走下去啊。对面是一条以前的老路，你看下面就是瀑布和万丈深渊，然后就沿着这个石梯往上走，我太危险了。特别壮观是不是？那如果你仔细想一想，它很像一个新娘结婚的时候披在头上的一个婚纱，所以呢它的名字就叫做婚纱瀑布，是不是特别的贴切？那刚才我们就是从上面一路走下来，大家好，我是胡子盖。那没有看过红叶的秋天呢，是一个不完整的秋天。位于四川东北部的观雾山，名气不大的这里却头顶着中国红叶第一山的美誉。那说实话呢，出发之前我好怕那些网上的照片全是滤镜下的陷阱，然而11月的观雾山还是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在喀斯特地貌的山谷间徒步，看万山红遍，层林染尽，再淌过长漫原生植被的河谷，喝上一口山泉，静待瀑布轰鸣而下。那在出发之前呢，我其实纠结了很久，到底要带哪些设备，最终因为体力的原因放弃了长焦，选择了一台 EOS R6 的机身，然后一支佳能的广角变焦镜头 F14-35 F4 和一支大家很熟悉的定焦牛头 F50-1.2。 我的考虑呢其实很简单，佳能的 R6 色彩还原好，那这支广角镜头呢适合拍摄风光等一些大场景，而50定呢大家也知道光圈大画质顶，适合中景和虚化。那 F14-35mm F4 这支镜头呢，它是一支新推出的 F 卡口镜头，540克的重量，更适合旅拍。作为 R6 的这一次我带出去的一个挂机头呢，它们的重心啊
搭配起来重心恰到好处，在配合稳定器使用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负担。虽然这只头不是内变焦镜头，但是呢，在变焦时候它的这个镜头前组的伸缩幅度很小，所以呢，在稳定器上你也不需要反复的调频。那轻了小了，但是在功能上呢，这只 RF14-35并没有做出任何的阉割，依然是 USM 的精英对焦马达，快速准确，优秀的防雨防尘能力呢也是很值得信赖的。另外呢，这支镜头它带有 5.5 级的光学防抖补偿效果，配搭上 EOS R6 机身呢，可以达到7级的防抖。那像这几张瀑布的照片呢，就是我手持0.8到1秒左右的这个曝光时间拍摄的。那你别看这个14毫米的广角端好像看起来只比15毫米多了1毫米，对吧？在户外风光或者是城市建筑这类的拍摄中呢，这1毫米所能容纳的内容还是不少的。特别是像 R6 这样的设备，那在拍摄 4K 视频的时候呢， R6 本来是有1.1倍的裁切的，如果再加上防抖功能的开启，它对画面呢多少会有一些剪裁，市场呢就会进一步的缩小，因此哪怕这1毫米的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对于风光党来说，大光圈呢往往也不是必须的，所以 F4 的光圈呢其实算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折中吧，为热爱旅拍的风光党而生，我想应该也是这枚镜头研发的初衷吧。另外呢，这支镜头呢它还有全焦段的20厘米的最近对焦能力，旅拍的时候呢拍摄一些微距的画面用于转场也是非常方便的。那另外一支RF50F1.2 的镜头呢，就是我这个频道的老朋友了，算是。那几乎呢，我在每一次外拍的时候，首选镜头都有这一支。这支镜头呢，也是这个地球上公认的成像素质最好的50大光定之一。那50毫米的这个焦段呢，最接近我们人眼的一个透视效果。除了旅行中的一些中景，还有人像的拍摄呢，其实也非常适合人文类的题材。说起四川呢，茶馆文化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那在去光雾山之前呢，我还特意去了一趟成都双流盆镇的观音阁老茶馆，感受了一把当地的茶馆文化。那这个茶馆呢，由于是在室内啊，因此光线呢非常的昏暗，而且茶馆里边不仅茶客多，摄影爱好者呢更多啊。比如这是我拍摄到的场景，而真正的现实中的场景呢，却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呢，50 1.2 的大光圈优势就出来了，配合上这台 R6 的机身啊，记录 4K120帧这种需要高快门速度的视频呢，也不在话下。不仅有纯净的画面，同时呢 1.2 的光圈也便于背景的虚化弱化这种环境带来的不利因素，提高我们的出片率。得益于这样一套机器和镜头的组合呢，我才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边游刃有余地透过茶碗和水蒸气记录下这个茶馆里不同于传统都市生活的烟火气息。秋天大概是这个星球上最美的季节，不过今年的秋天呢好像特别的短，感觉前几天拍摄的素材都才刚整理好，冬天就突然来了。当你裹着被子躲在被窝里看这条视频的时候，希望还能够让你找到一点秋天的味道。我是胡子盖，欢迎关注我的频道，我们下次再见。